个三列的柜子做了一个整体的改进。过来，看后面，这个背板我们是做了一个整块的，原来旧的那种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，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框架，包括这个顶板也都是一块整体的顶板还有底部，所以整个柜子呢是更加的坚固。然后我们看到这边这些细节我们都做了改变，这些搭扣会更加好安装，而且它这个比较大嘛，它就算是压进去它回弹也很好的，这是一个改进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是这个隔板可以可取，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SKU 里面基本上都是以全格子为多，全格子带三个挂杆，这里都有挂杆的，三个挂杆，然后做全格子。那么客户他这个是都买去了，那么我可以随意的可以抽取，如果说我不想挂衣服，那我全部都放板子，这些都是板子，这些我都可以做成全格子，然后根据我的需求去调节我这个柜子怎么使用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会走一些数据，有样品，就是有一批货先发给消费者，先去跑一些数据。 OK